我是信立国中校长王天才。平常呢，我都有慢跑运动的习惯。通常呢，我会利用下午6点钟左右的时间呢，在学校的操场跑个10圈左右。运动完以后呢，流流汗，整个心情呢很舒服。学校呢，在民国87年呢，就利用了学校的操场呢，来办理呢我们学生的马拉松的挑战比赛，总长呢是42.195公里。那因为呢，同学呢平常呢，其实他们课业压力很大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办理这样的活动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董事基金会呢办理的乐动小将，性质呢其实是跟学校的马拉松挑战比赛呢很相近。除了呢有益我们同学的健康，也可以呢疏解呢我们同学的一个压力，有益呢身心的健康。那所以我们的学生呢也都很乐意来参与。那现在呢我们也已经都积极的利用呢课间的时间呢，同学呢都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慢跑活动。